没事吧？没事，医生说只要多休息，注意饮食就好。上次见面后，我本来早就想找你聊一下，却一直忙也抽不出时间。我现在总算是能体会到职业女性的痛苦了。我也没有想到你竟然会成为一个女主播。你不也是？那个时候就总是不务正业，拿着相机到处乱拍。没想到你成为一个摄影师了。我现在也是在乱拍。你老板要是听到你这样讲，一定会被气死。果然什么都没有，他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不会照顾自己的人了。我上次来的时候，他居然在吃泡面。他一直就是这样，永远有比吃更重要的事情。对待他这样的，只有用你不吃我也不吃的招数来对付。所以我不如你，我只会有事没事拉他去超市，没想到却遇见你。陌生，我以前不懂事，才会对你说出那种话。现在我知道了，有些事情是争不来的。对以琛，我已经死心了。为什么？大概是因为我等不过他吧。他可以在没有希望的情况下，一年又一年的等下去，我却不能。大约三四年前，李晨有了个大案子，我和他们所的几个人去庆祝，他被灌醉了，我送他回来，他吐得一塌糊涂，我帮他收拾的时候，他突然抱住我，不停地问：“你为什么还不回来？我都准备好背弃一切了，你为什么还不肯回来？”如果这些还不够让我死心的话，跟我来。是我无意中看到的，不止这一本。小时候，阿姨经常抱着我说，要是她能有一个女儿就好了。而我妈妈就在旁边说，要不我们两家的孩子换一换。以琛从小就聪明懂事，我妈妈喜欢他，大概比我还多吧。我到现在还能清楚地记得阿姨的模样，可惜。那他父母是怎么死的？我也不太清楚。那时候我才九岁，好像是意外吧。叔叔从四楼失足摔下来，阿姨身体本来就不好，没过多久，伤心过度就去了。
听我妈有一次无意提起，说阿姨死后，发现抽屉里该吃的药都没吃。说起来，也算是自杀。自杀。